这边是那个南港展览馆的二馆，现在是那个全国新人竞赛第53届。这边是那个二馆的四楼。这边是他们赞助的单位，然后这边是入口。然后有些职类今天就在比赛，有些今天还在准备。然后这里也都厂商来这边摆摊卖东西，赚打广告。
绕完一圈了。